彭浩翔首次执导嘅贺岁片《恭喜八婆》呢日首映，身为老友嘅杨千嬅就一定要嚟撑场啦。第一次合作拍贺岁片，有啲咩特别唔同呢？佢都一如以往嘅鬼才嚟嘅。我哋嚟到现场都基本上冇讲过嗰场戏要点演咁滞。系啊，佢就叫我埋去啦，埋去啦，得咯，得咯 ，roll 得噶啦，系啊，好似你嗰日同我倾偈咁讲，讲就得噶啦，咁样。我觉得佢冇问题噶啦，其实千嬅而家即系正所谓人到中年百毒不侵啊。系咩？系冇事噶，系咪先？我点答你啫？你都去咗不侵噶，你已经，所以我咪恭喜你咯，今日。系咯，佢做恭喜，我做八婆。系啊。呢次陈静就叫咗疑身客串，千嬅有机会嘅话，会唔会都俾 Torres 试下呢？我睇下佢可能未必俾我演我啲戏咯，我啲戏唔系好健康啊嘛。又唔可以，唔系咁样讲，但因为你个人唔够转数，行埋你身边好危险嘅。咁我 make sure 我仔招架到咪咯。哦 ，OK。你知你嗰啲有要求啊。